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随着多伦多进入重启第二阶段，每年有200多万名游客造访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在7月15号重新开放。以往塔内总是人山人海，如今为了防疫，游客数量受限，也带出不同的观景体验。搭着电梯一层层往上飞，多伦多壮阔市容尽收眼底。从观景台鸟瞰巨蛋体育馆，罗杰斯中心是大联盟多伦多蓝鸟队的主场，极目远眺，美丽的安大略湖几乎看不到边际。随着多伦多进入重启第二阶段，著名地标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西恩塔也在7月15日重新开放。I've only been up here with tons and tons of crowds, so this is amazing. I was telling my wife, it feels like a VIP experience almost. So I recommend people come down, take advantage of the low crowd levels.为了防疫，西恩塔设置了手部消毒设备，要求游客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电梯最多容纳4名游客，并禁止发烧游客入内。而塔外惊险刺激的极限边缘漫步，预定在8月1日开放。So today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welcoming Torontonians and folks back to the CN Tower. This is our opening day.We've spent 4 months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由加拿大国家铁路局建造并命名的西恩塔，每年吸引超过200万名游客。在1976年完工后，一直是全球最高的自立式结构，直到2007年才被杜拜的哈利法塔超越。3D 列印技术已经可以用来盖房屋，而且速度还很快。欧洲最大的 3D 列印机最近就打造了一栋2层楼高的房屋，据说这房子的抗压强度比过去用砖块新建的传统房屋还要更高。这栋房屋占地90平方公尺，是世界上第一栋 3D 列印出来的2层楼建筑，是比利时一家公司的 3D 列印机用3个星期的时间打造完成。建造过程涉及将类似水泥的特殊材料压挤出喷嘴，在逐层堆积成基本结构，直到完成。接着工人再进去做最后的加工，例如安装天花板和窗户。房子的内部装潢类似一般的比利时房屋，包括一个大厅、2间会议室和一个厨房。不过这栋房子是比利时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用来研究 3D 列印建筑的可能性，并不是盖来给人住的。负责这项计划的研究人员说，由于 3D 列印技术的使用，模板成了多余的东西，这可省下大约60%的材料、时间和预算，而所采用材料的抗压强度是传统塑件砖块的3倍，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将工期缩短到2天。美国一名才3个星期大的女婴因为喝奶呛到而窒息，让家属慌了手脚，幸好警察快速赶到，冷静地施以急救，才成功救回女婴。如此英勇的表现都被警车的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7月9日，美国密西根州史特林高地警局的警员马切耶斯基出动警车执行任务，他还没下车就看见焦急的家属抱着婴儿跑出来。Hey,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baby? 马切耶斯基安抚哭泣的妈妈，问出婴儿因为喝奶窒息，他赶紧将婴儿抱到车前检查生命迹象，接着将婴儿朝下轻拍背部，清出喉咙的阻塞物。Yes, there you go. Okay, he's crying. Okay. 马切耶斯基接着安慰家属，得知孩子是个女婴，只有3周大。She's got a pulse and she's breathing, okay? 随后，这名女婴被送到医院观察，状况良好。7月21日，家人抱着女婴到警局道谢，邀请马切耶斯基在明年参加女婴的周岁生日会，并留下温馨的合照。你能想象一个人出拳的速度能有多快吗？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显示，有人能做到1分钟内完成322次的完全伸展出拳，是目前全世界出拳速度最快的人。在金氏世界纪录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这位名叫特鲁索夫的武术家，今年6月在斯洛伐克以1分钟322次的快拳缔造这项世界纪录。
今年25岁的特鲁索夫6岁就开始习武，19年来他参加过50次的跆拳道比赛。为了迎接这次的挑战，特鲁索夫特别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训练，主要着重在全面体能的健身训练和健力，来增加他的肌力和耐力。依据今世世界的规定，完全伸展的出拳是指用拳头进行强有力的攻击，而每一次攻击之间，手臂必须完全伸展和缩回。特鲁索夫目前也教人习武，他希望运用他的知识和经验，持续教导他的学生。他说，身为教练的责任重大，他希望帮助人们保持健康和强壮。虽然现今网络看似发达，但在许多国家上网的普及率却还是很低。因此，当学校受到中共肺炎疫情影响而关闭，改采线上教学时，无法上网就成为许多弱势家庭的一大问题。幸好社区中还是有暖心的青年学子自告奋勇辅导学童，让他们能跟上学校进度。在用茅草搭建而成的简陋教室中，戴着口罩的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私塾老师讲课。在首都新德里，这名数学系研究生自发教导当地弱势学童课业，让他们即使无法上网，也能跟上学校进度。印度从今年3月开始，因疫情实施封锁，学校关闭，改采线上教学。但有许多贫民区学童因资源缺乏，面临学习落后的问题。और हमारे यहाँ पर आपको पता कि लाइट नहीं है, पीने का पानी भी नहीं है, जल बोर्ड से आता है और रहने के लिए सही से जगह भी नहीं है। ऐसे में इनके पास ना तो लैपटॉप है, कुछ के पास फोन भी नहीं है और ये सब होने के बाद चार्जिंग की व्यवस्था नहीं है। ऐसे में फिर इनका कोर्स पीछे रह जाएगा। ये गरीब बच्चे हैं, इनको किस तरीके से इनका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इस माध्यम से इनका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या जा रहा है।根据印度政府2017-18年的报告，能上网的家户只有23.8%，许多家庭无法负担昂贵的上网设备。南美洲国家厄瓜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居住在低收入区的16岁少女陶拉，则是在树下建立了学习区。陶拉原本只是要辅导家族亲戚中的几名小朋友，但随着邻居口耳相传，目前已经有将近40名社区学童前来接受陶拉辅导。Bueno.Lo que más me importa de ellos es poder formar jóvenes, niños que sean líderes de su comunidad. Aparte, crear oportunidades para ellos, ya que si ellos merecen una educación, ya que no sea de calidad, pero sea algo eficiente para que ellos puedan solventarse día a día.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厄瓜多委员会的统计指出，在厄瓜多只有37%的家庭可以上网，在偏乡地区则降到只有16%。相对的，台湾全国家户上网比例高达90%，丰富资源值得大家知福惜福和善用。多年来，巧克力制造商一直在寻找防止巧克力容易在高温下融化的缺点。夏天动辄35度的高温下，为了使巧克力在消费者食用前能保存最佳的赏味品质，全球最大巧克力制造商马氏开发出在高温下也不会融化的耐热巧克力。根据马氏在专利书中所描述的，要使巧克力能够耐高温的关键主要成分是使用沸点在105°C或以上的多元醇以及至少一种的单糖。多元醇可以是甘油、山梨醇、麦芽糖醇、甘露醇、木糖醇等等，或这些醇的组合，而其中效果最佳的则为甘油，有助于改善巧克力的耐热性，且不牺牲巧克力的风味或质地。其实除了马氏以外，各大巧克力制造商都曾先后推出不同做法的耐热巧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产品都仍未成功商业化。马氏也是早在2013年已经推出该专利的申请，但直到2020年才终于通过国际专利，以后可能再也不用担心巧克力放在手心中室温下会变形融化，而能够品尝到品质更稳定的巧克力了。近日，印度东部的巴拉索尔市出现一只非常罕见的金色鳖，全身都是明亮的黄色，包括外壳和身体，很有活力的在地上跑来跑去。它被当地居民发现，随后被转交给森林部门官员。ये जो टर्टल तो रेस्क्यू हुआ है, उसका skull yellow, उसका body yellow,
सही में ये बहुत रेयर है। मैं तो भाई जिंदगी में कभी ऐसा टर्टल देखा नहीं था。印度森林服务局官员南达在推特上分享这只鳖的短片。小鳖被放在一个有水的容器里，金黄色的身体在水中显得格外耀眼。据专家表示，这只金黄色的小鳖有可能是罹患了白化症，体内缺乏黑色素所导致。这种病不会致命，但在缺乏正常肤色保护的情况下，容易遭掠食者或偷猎者攻击，所以很难在野外生存。从国外传到台湾的极限运动风筝冲浪，近几年在台湾的海边非常风行。玩家利用风与海浪，在海上乘风破浪、腾空翻越。玩家们认为，最适合玩风筝冲浪的地方在桃园市新屋观音的海边。旺盛的西南气流和东北季风，让玩家一年可以玩超过200天。风筝冲浪玩家在海上腾空翻滚，这几年在台湾海边流行的极限运动风筝冲浪，吸引不少喜欢水上运动的玩家。这个运动最简单，就是你可以跑得很快，然后等到你上手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跳。那再来就是会有做一些翻转的动作，360度、720度，甚至更多圈的动作。有朋友带入门啊，就喜欢上它了，刺激感啊，主要就是。这个可以做一些跳高、翻滚的动作，会让你产生一种挑战、冒险，然后分泌肾上腺素，然后因为同时也是接近大海，接近大自然。将充气风筝用强韧的绳子连接在把手上，来控制风筝的升降、转向，并结合脚下踩着的滑板，就可在海面上高速滑行，或将人带到空中，做出各种花式动作。而桃园的观音新屋海边，则是玩家们公认最适合玩风筝冲浪的地方。像现在是五六月、七八月的时候，我们有西南气流从这个方向吹过来，那比较适合玩的点就是永安这个沙滩。每一年的九月到隔年的四月，总共有8个月是我们的东北季风。那我们玩的点是在观音海水浴场，所以一般算起来，综合这个两个方向的风呢，一年可以玩超过200天，算是风。世界上风最好的地方之一。教练 Nico 也提醒，风筝冲浪确实存在一些危险性，一定要有万全的安全准备及熟练度，选择适当的装备及场地，才能避免意外发生。法国里克堡城堡举办了水上音乐会，琴声、歌声随着荡漾的水波传开，带来一场别样的18世纪古典音乐会。点缀着翠绿荷叶的湖面上，泛起阵阵的浪花。歌手伊芙琳·邹和钢琴家塞西尔·沃特斯在悠扬的曲调中，缓缓驶向法国克里堡的湖中央。为大家带来一场漂浮在水面上的音乐会。沃特斯坐在特制的钢琴船里，演奏着肖邦、拉威尔和德彪西的经典作品，而歌手伊芙琳手持船桨，轻轻拨动着湖水，轻柔的浪花声与琴声融合在一起，将艺术完美地融于大自然。Vraiment cette année, ça va être une année blanche. On ne pourra pas du tout tourner. Et c'est vraiment il y a un mois qu'il y a eu ce fameux discours et que les mesures ont été un peu assouplies.观众们在湖边静静地欣赏，放眼望去，这里还有18世纪的克里堡城堡和放养的奶牛，此情此景宛如西方的世外桃源。沃特斯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演出，将音乐厅里的古典音乐带进村野，让音乐与观众水乳交融。
英国一名设计系学生发明了一种可溶解的泡面包装，这种薄膜遇到热水就会溶解成酱汁，而不会像一般的塑胶包装，经过几十年还无法完全分解。这款泡面包装含有一种没有味道的薄膜，由甘油、水和马铃薯淀粉等天然材料混合而成。一旦将干面密封在里面，它能防止干面腐坏，但当它接触滚烫的热水时，不用一分钟就会溶解。这就是就读伦敦雷文斯伯恩大学产品设计系的学生格伦德茨的毕业作品。他将他的泡面与市面上的一般泡面做比较，发现在不使用塑胶袋的情况下，烹煮过程会比较容易，因为他不需要多花时间打开分别装着干面和调味料的塑胶袋。他还将干面设计成甜甜圈的形状，除了方便置入碗中，让比较大的受热面积能更均匀的迅速受热。有了这种可溶解的包装，让吃泡面也能实践减用塑胶袋的生活。暑假期间，桃园市大溪警察分局举办小小警察体验营，让小朋友穿上警察制服，体验警察平时执勤的工作，也学习保护自我安全，过个快乐暑假。小小警察趴在地上，手握空气警用长枪，瞄准目标射击。桃园市大溪警察分局举办小小警察体验营，通过角色扮演和模拟工作情境，让小朋友认识警察工作。可以远距离，然后还可以拿那个长枪来射击，特别喜欢那个射击体验，蛮好玩的，因为就可以体验到警察的感觉。就是遇到坏人的时候，可以踩别人脚，还可以踢别人小腿的地方，再折别人手指。到防身学习站，小朋友互相学习如何保护自我及脱逃技术，拿着防爆盾牌小心前进，体验反恐攻坚、抢救人质，戴着特殊眼镜防酒驾体验。小侦探见识采指纹、警用装备穿戴、拟真毒品以及交通安全宣导等活动，让孩子能够也去了解说警察的工作，对，那他也能够就是真实的去，就是去辨认说，比如说毒品啊，它的一个外观，或者说，就是有一些什么样防身，对，这些都是，参加这次体验可以得到的东西。对我们，我觉得他们可以有这种机会，还蛮难得的。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以及枪支的认识，还有新兴毒品，最近的流行新兴毒品的认识，都可以帮助小朋友以后日后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陌生人给予的糖果。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东西的时候，小朋友可以懂得去拒绝它。小小警察从模拟当中了解警察工作的辛苦、专业跟纪律，小朋友从游戏中也学习到专业知识，都表示明年还要再来。最近天气非常炎热，每年七八月台湾西部沿海地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植物叫做冰刺麦，成熟后它的种子就会随风滚动，就像是陆地上的精灵在沙丘上玩耍，带你去看看。跟着摄影爱好者的脚步来到彰化县西海边，可以看到大片沙丘上金黄色的草球，刺刺的形状就像海胆，随着海风吹来，从沙滩上滚到马路上，小精灵班迪在马路上跳跃着，非常可爱，吸引民众前来欣赏海边特殊景观。蛮特别的啊，对啊，它跑起来像什么？像精灵？像海胆吧？这是冰刺麦，西部滨海都会有的一种植物。原来这是冰刺麦，生长在滨海沙丘地形，是一种防风定沙的植物。另外，在工业区旁的桥下也有一个拍照私房景点，有时还可以看到民众在这里钓鱼的画面。走到县西地区的农田，还可以看到稻草堆，一起稻作后特别的农村景象。虽然美景当前，还是得注意防晒。全身喷防晒油，然后还要就是太阳眼镜、帽子，然后跟外套，这是不可少的。在鹿港福兴地区的农田，还可以看到像是卷心酥的巨型牧草卷，品种是盘古拉草，面积有150公顷。喜爱拍照的民众可以到彰化沿海地区探索摄影爱好者的隐藏版拍照景点。台湾四面环海，拥有许多海洋资源，也造就了许多跟海洋相关的职业。今年国家海洋日，海科馆以海洋职人为主题，举办一场真人博物馆大挑战活动，透过场景实际搬上台面，民众都觉得相当新鲜有趣。
我扎让扎，让扎的扎了。小姐，你不可以给我扎眼了，小姐扎眼就是要买。啊，大哥，你嘴巴打开就是，你也笑了，来口扎我扎我。捧着鱼货努力的叫卖，这位就是台语俗称的透球。透球最早是源自于清朝，用独特的台语喊价方式与在场的顾客快速完成交易。小姐扎眼，你能买的。哎，这是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是由你们。我是拍卖员，你是透球，你们任何一个举动，甚至关系到你要买不买的问题，因为你们这眨眼举手，我知道你，或是你有任何一个小动作，我就会来买。我觉得透球就是很专业，然后很辛苦。那又很重要，这个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他刚刚讲说眨眼也不可以，耸肩也不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哈，那如果有人他就有这种习惯性的话，他就还要控制自己，不可以有这些小动作，因为都会导致他的一些判断上的一个就是影响这样子，嗯。很有趣，很有趣。海科馆在这次的真人博物馆活动中，精选了透球、船长、饮水人、海巡人员、科学家及海女，让民众体验，让以往只能在书本上或是口耳相传才能想象的职业活动实际体验接触。我们都在海岸边哦，渔港或者是商港做查缉、走私或偷渡的工作，抓坏人，对，抓坏人的。最喜欢对海巡人员。为什么？因为海巡人员可以去。救别人，我觉得我这样听下，我觉得 Tiu Tiu 这个我真的我会觉得很深刻，对，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活灵活现的，那我们现场听也觉得哎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我们一般民众比较不会去 touch 的部分。真人博物馆大挑战吸引许多大小朋友体验，让难得一见的海洋之人都可以近距离面对面接触。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以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